来补充介绍一下与会贵宾。首先欢迎我们的严宗杰议员，大家好。张兆良议员，大溪团委会王在义先生，东市召集人陈义轩小姐，团委会会长童武坤先生，桃园副会长黄正炎先生。谢谢各位嘉宾莅临会场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颁发我们的这个聘书以及介绍干部，请主委颁发，请我们的吴主委来为我们颁发。好，首先请招贤会长。陈妙金先生，还有我们的副会长苏春福，有来的。请主委回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请主委回座，谢谢。接下来，请我们的招贤会长为我们颁发副总干事以及五组组长的聘书。首先，请刘芬平副总干事、行政组组长何淑珍、研修组组长戴子乔、活动组组长陈金珠、研发组组长林宏文、联络组组长王淑玲上台接受聘书，请各位尽速出列。好，请以上各位组长请上台接受聘书，这就是责任的开始。